大家。最后。Thank you.
金黄，给它翻个面儿，最后煎至两面味儿，豆腐经过煎制，外焦里嫩，吃起来非常的香，开胃又下饭。满满的一大锅，有菜又有肉，营养非常的丰富，配上一碗白米饭，别提多美味了。喜欢的朋友们就赶紧试一下吧。喜欢厚味的视频，请点击关注转发，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